过。进来了呀，又进这院了。算什么了？打开！那我们俩去吧，我们俩打开。打开！干什么？打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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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来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白送一波粥，五里河。钥匙，没有钥匙，怎么办？咱们没带钥匙，没带钥匙。钥匙没带。下象棋吗，哥？好不容易聪明一把，开门了，真开了。好了，我来，我不一定踹得开，让我试试。走吧，好英勇啊，好帅啊！太傻了，我们没带钥匙。太傻了，没带钥匙。白象马，我学会了你的技能。什么技能？踹门。嗨！别让我逮到你啊！来！跑了！哎呀，咱跑了！快点！没想到吧？哈哈。哦，对，我现在是把那个开了。哦，你这钥匙在哪找的？这钥匙就刚给那一把里的。哦。打开了，啥？鞭炮。哦。一捆鞭炮，燃尽，时间为5分钟。鞭炮都被拆起来了。哦，鞭炮给那个汽油瓶点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母亲。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花大姐是不是这儿？对。坛桶里边。哟。先看看坛桶。老王和小小吗？你看他们脸被划了吗？为什么很恨？你们这两个背叛老板的叛徒。我要和我的知音曾曾永远留在这里。写这句话的人是谁啊？花大姐吗？哦，高山流水知音难遇，这个曾大爷就是曾曾吗？他是曾曾，我舅舅。你姨周姨姨跟你舅舅周曾曾认为是我把你妈推下山崖。你舅舅？天哪，什么叫我的歌厅回来了？你们这两个背叛老板的叛徒，我要和我的知音曾曾永远留在这儿。等一下，那也就是说这里除了老王以外还有更大的老板？对啊，那看来这个花大姐跟你舅舅合了跟老王，和小小汪都是在一个老板里边。对，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，不会是你吧？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爹，相信我。我相信。天哪！老板不会是你吧？嘿，不是，肯定不是，他不可能。你是干嘛的呀？我是个作家。你跟这没关系啊？没关系，与本案无关。翻包吧，翻包吧，朋友们。那包可能是有点问题的。反正怎么多一个都没用啊。开机。阿红，我想你，我想你。阿红，我想你。阿红，我想你。阿红，我想你，想你想的飞不出。
怎么那么地道？他就那儿人，他可难能不地道。哎，这个有大箱子，来把它搬出来。哎嘿，估计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不用拆了。不，我觉得有。咱赌个啥？赌以后你叫我姐，如果我输了以后我还叫你哥。你叫我爸。哦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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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来！啊！什么？从我刚才跟他打了个赌，说我要输了，从此以后你叫他姐，然后输了你要叫他姐，以后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曾大爷，曾大爷皮箱里面，他姐吗？对啊，周一一样。这是你啊？这我。曾大爷一直在找我。笑起来像小太阳，你笑来我看像小太阳。看兜里有没有啊？对对。哎。哦嘿，厉害吧？姜还是老的辣啊！经过我社长达数月的调查，找到了周妈妈摔下悬崖时的照片。周妈妈摔下悬崖时，身后有两个男人。具有作案可能性，脖子上有颗大痣，就我说的小小吗？左手没有中指，老王啊，就是老王，老王啊，小小王。哎，啊！你们在干嘛？嗨 ，Hello， 谁让你们翻我的包的？快，你舅来了，快，你一百平，你找他，这你舅舅，你跟他相认，拿照片跟他聊。你看看我熟不熟悉？舅舅，你看我笑的时候像太阳。日食了。舅舅，你看看我。真呀真邋遢，是你吗？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原来你也一直在找我。哎，我们周家人一辈是低音，下一辈就是高音。对，我要印证一下。我上一辈是低音吧？应该。我这一辈是低音啊，那你应该是高音。对。不要认了，哎呀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哎呀，你让我长得好苦啊！舅老爷，舅老爷，到这一辈又该低音了，这是一外甥，就又到低音了。你看看我外甥，你听听我外甥的认，来，再来一遍，我们一轮一轮来。我是低还是高音？低。到你了。别吐，好怕你吐。是一家人。我跟你们不是一条线的，对，我是这边的线的。舅舅，你看看这个，你吃果盘。